我说丽丽啊，经理，你这工作必须得走心啊，你这业务不熟练可不行，赶紧再说一遍。是是是，嗯，如果你的生活不如意，请你千万不要放弃。如果你做了对不起人的事，有什么说不出口没关系，请与我们道歉公司联系，我们保证价格公道，绝不保密，不是那个绝对保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记住没？记住了。这才是该跟客户说的话。是。你把你之前怎么说的，你跟大伙学学。嗯，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生气了？就你这样的男的惹你媳妇生气，你还能有好下场吗？你赶紧跟你媳妇道歉，你要不道歉的话，我就跟你媳妇说，行，马上跟你离婚。你说这话你不挨骂谁挨骂？我要是法律意识淡薄一点，我都得削你。咱们是什么公司？道歉公司。咱们的工作是？道歉。咱们的口号是？你有事儿我出面，你花钱我道歉，让我们用专业换回你的笑脸，来一次心与心的交换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赶紧熟悉熟悉业务吧啊！我好好练练，谢谢经理啊，你放心啊。王小丽啊，你来干啥呀？你跟踪我呀？我要不跟踪你，我都对不起我取这名儿。高德，你有意思吗？我取个导航名咋的了？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过来看我媳妇儿，不行啊。行啊，那你看见了，导航结束，返航。你让我走是吧？我还不走了。哎，你不走干啥呀？这是我们公司。你得给我道歉。我凭啥给你道歉？道歉？为了道歉，丽丽来活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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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道歉公司老板呐？对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就是我们可真诚道歉公司经理贾庄，这位是我们的道歉专员王小丽，我们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快坐，快坐，是谁惹你生这么大气呀？我祖宗。你祖宗还活着呢？我祖宗是我老婆啊。他怎么你了？他犯错了，我让他道歉，他不干。他不干，我们干呢。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：门店道歉360，上门道歉960，组团道歉1660。选什么价位的？我不差钱啊，那就1660呗。有没有免费的？有，电话道歉941741。打你电话94741741，就是要气死你热线呢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气死你热线，中文请按一，英文请按二。一。需要道歉请按一，业务咨询请按二。一。需要我道歉请按一，需要老板道歉请按二。一。请挂机。好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问题没解决呀、啊。这样不玩这个了，你就在这里，就现在给我道歉。现在在这儿给你道歉。嗯。360。那你跟我回家吧。我跟你回家属于上门服务，上门服务960。好，行，360就360啊。360就360，我就是想听你说一声对不起，老板，必须让我满意了啊！大哥放心，保证满意。丽丽上，道歉吧。你这手机震动啊？干啥呢？你说出来，对不起。哎呦你！哎呀妈呀，就这哼哼一声360，一个字120啊。大哥不是这，你看这都嫌贵了，你多说两句啊。行。不是你这卡碟了。哦不是，你这是啊玩说唱呢，不过这个flow太单一了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你那意思让我给你来个 freestyle 呗。我这叫 freestyle， 我不会说英文，别瞎说。不就是失败吗？哎，笨丽丽丽，你得走点心啊！人家都说了，是让你代替他老婆给他道歉，那你咋也得温柔的、仔细的、细致的，让人能听清。老公，对不起。
老公，对不起。哎呀妈呀，刚才跟我说了对不起，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承认错误？我哪儿错了？我给你承认错误？你真不知道你哪儿错了？我不知道。大哥，他不知道很正常，你和你媳妇儿的事儿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换个模式，你就把她当成你老婆，有什么不满说出来，让她再给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哎哎，这个方式好，就玩这个啊。我问你，你在乎我吗？我在乎你。你在乎我，为什么我不想干的事你非要干？那你不能支持我一下吗？我不想支持你。那你自私不？自私。那你错没？错了。道歉。对不起。漂亮，漂亮。哎哎，等会等会，不对不对，哎，老板好像整反了。反了吗？你看，我给你钱，按道理说应该是他跟我道歉，可是现在我给他道的歉呢。大哥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你快坐。啊，我这儿啊有一瓶我珍藏多年的好酒。哎呀妈呀，正好你喝两口啊，缓解一下情绪。我能喝吗？他又不是你媳妇，你问他干啥？敢喝吗？有啥不敢的？我这还带着白的呢，深水炸弹，好酒量，扒了啥呀？没你啊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扒了我，你干什么？扒了扒了小魔仙呐！你要变身呐？我就变身了，能咋地？大哥，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转过来这边，啊，啥意思？哎，我在这花钱消费，你玩挺嗨呀、啊。大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必须要把我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有本事你就说。我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说你这是干什么？在家不嫌丢人，跑这儿来现眼来了是不是？我跟客户说话呢。你怎么跟我老婆说话呢？你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？等一下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二位是两口子吧？你才看出来呀！打扰了，对不起，你们继续。打扰了。你啥意思？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道歉吗？你不应该给我道歉吗？我怎么应该给你道歉呀？我哪儿做错了我给你道歉呀？不就是昨天你出院的时候，医生说了你不能吃韭菜和鸡蛋，完了晚上我就给你包了一顿韭菜盒子吗？我不能吃啥你非包啥？那我剁碎了呀。你剁碎我也不能吃啊，我的眼睛肿得到现在还睁不开。你可拉倒吧，从出生到现在你睁开了？行，咱不说这个话题，换个话题啊。你明知道我不爱吃水果，但你非买个榨汁机，早一杯晚一杯，我不喝你非逼着我喝。我那是让你吸收更多的营养。是营养是吸收了，后来就吸收成糖尿病了。你得糖尿病你也怨我呀？你看你还这么强势，你强势的我呀，我在家我啥也不是，我是一个老爷们儿，我有严重的精神病，不是，我尊重精神。你别说了，你不就是想说尊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尊严，我特别想听你给我说一声对不起，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，
就是你错了也得是我给你道歉，你不给我道歉就算了，可是你跑到这里跟别人道歉我受不了。如果你也以为你做错了，你跟我说声对不起就那么难吗？我就这样的人啊，这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可是你就不能为我改改吗？我想改我哪儿那么容易呀、啊、如果我不想改的话，今天我能上这儿来吗？2070年，科技发展，都市一片未来景象。随着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圆梦馆作为新兴行业，通过睡觉而让顾客的意识穿越时空完成梦想而吸粉无数。而这一天，圆梦馆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大爷有什么需要的服务？我爸说想体验一下你们这儿的圆梦套餐，问你这儿都有啥梦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优惠，最好啊再给来一个详细的讲解。这么长吗？老妹儿，你要是就不翻译我还真没明白咋回事。那个你说你赶得巧，正好我这个馆呢、啊、开业30天，满月做一梦赠一梦。啥意思啊？我爸说行。一个字儿。啊。老妹儿，你听哥的，领你爸上医院吧。做梦他不治病。上啥医院呢？来你这儿啊，就是要做梦的。这样，给我们来一个你们这儿卖的最好的梦。那得看你爸有啥愿望了。我爸的愿望就是想回到18岁高三的那一年。嗯啊，那我明白了，那指定是老爷子当年高考没考好，想重新考一遍。来、啊、开始吧。不是，那我爸那个时候那可是理科状元，最后还留在了大学，再最后那还当上了校长，就是现在那雕像还在那校门口杵着呢。不是，这这么成功了，你回去干啥呀？就是太成功了，他没意思啊。你就想办法让我爸回到18岁那年，行吗？行，那就开始吧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能让我爸考上大学。你放心吧，有本筑梦师在这儿，他绝对考不上大学。
进入圆梦房。你可快点的吧，都憋死我了都啊！哎呦我的天！我说大爷，你会走路啊？干啥呢你们几个？主任，你咋把我们音乐关了？我们正在练习毕业晚会的舞蹈呢。能不能长点心啊？那还有3月那就要高考了，考不上大学谈什么毕业？你们看看人家李同学啊，身处闹市纹丝不动，就搁那学。你们赶紧跟人学学吧。学不了，那作业那么多字儿，谁能写得完呢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，我说一个数，你现在就给我写，1分钟，3600字。行了，都别给我演了啊！我这次过来呢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班呢换班主任了，有请孟老师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孟老师，哎，跟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李同学呀，是我们这个班上最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，啊，您多多关照。你放心吧，主任，这一次我来就专门为他来的。太好了，啊，忙着，好好学习啊。哎，各位同学，还有3个月，咱们就高考了。今天老师教你们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要认清梦想。这位同学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。尿性。这位同学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。呢。这位同学，去给我买一瓶大白梨去。快走两步。这位同学，啊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。呸！老师，你听我解释。咋的呀？跟老师顶嘴是不是？记过。老师，不是，我想说的是呢，我的梦想是当老师。上课顶嘴，多说话，记大过。老师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师，你先别跟他记。老师，哎呀，你打我啊！哎呀，你捶我胸口！哎呀，你打我小屁屁！胳膊给我打骨折了。就你这样的同学，必须开除。老师，我啥也没干呢。吵吵吵吵吵吵。咋的了这是？主任来了正好，这个同学上课说话跟我撕撕巴巴，打我胳膊，打骨折了。哎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主任呐，我啥也没干呢。主任，就这样的同学必须开除他。亏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学生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给我进校长室。不是，主任，把你家长给我叫来。主任，你听我解释。主任，老师，大白梨。So easy。你这是啥状况似的？你不行啊。咋不行啊？你爸都被学校开除了还不行？是我爸被开除了，但是系统显示我爸直接转到一个更好的高中，依旧上了大学，最后还当上了院士。不是你爸这么硬学吗？你就说你行不行吧。不行啊，1分钱我都不能给你。老妹儿，这不是钱的事儿了啊，这是对我职业的一种侮辱。再来一次，再入圆梦房。坐。少年。完了你们。主任，你咋把我们音乐关了？我们正在练习毕业晚会的舞蹈呢。能不能长点心？能不能长点心？那还有2月就要高考了，考不上大学，谈什么晚会？谈什么毕业？你们看看人家李同学啊，身处闹市，纹丝不动，就跟那学。你们都跟人学学。学不了，那作业那么多字儿，谁写得完呢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我现在说个数，你们就给我写。30秒。
8600字。哎呀，行了，都别给我这演了啊！那个，我今天过来呢，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班呢新换了一位班主任。大家好，啊、我叫孟老师。啊、我呢？你是主任。他是我们李同学。我想就是全班他学习最好，最容易考到重点大学。你忙去吧，去。感觉好像少点啥。尿性，大白梨，李同学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你先站起来。啊。成天这么上学，感没感受到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？没有啊。我说你有。老师，我真没有。我说你有你就有。坐下。同学们，光有一个好的成绩是不够的，咱得有一个好的身体，好的体魄。来。展示。接停。还有待提高的舞蹈啊。呢，出来。全体同学掌声鼓励。这位同学一看就是个苗子呀，老师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爸妈是干啥的？我爸妈是气氛组的。气氛组，呢，有个呢爹呢妈，生个呢孩子，受着呢的教育，回去吧呢。大白梨，出来。白天你呲个大牙膏。你出来。老师，我不会。不会还不会学吗？来一段。白天你呲个大牙嘎你白天你呲。老师，为啥到我这儿就没有音乐了呢？我让你出来我都够给你面子了，一看你是一点舞蹈天赋都没有。那么好，上舞蹈课都出来。各位同学，想跳好舞蹈，舞蹈的灵魂是什么？是感觉。哎呦，你整的是啥玩意儿啊？咋的了？你非让我爸跳啥舞啊？系统显示我爸直接跳成了艺术生，凭着艺术类加分，考的比原来还好呢。你爸是真呢呀？好，我就不信我整不了你爸，再来一次，快去！哎呦，做梦吧。我这跳不出激情呢，我也有点整不动了，歇会儿吧，太累了。哎呀，你们几个，主任你干啥呢？你把嘴给我闭上。今天是我们填志愿的大日子，我说一个数，你们就给我填30秒。快走，我赶时间。踹我腰眼上了。那个，来，你直接站起来啊！老师求你个事儿，行不行？行。
不填志愿行不行？不行。来，站这儿，这是你比我出杀手锏啊！看着我，嗯，看我眼睛，上人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下学期的复读生王小雪，你看她。你们好。王小雪。啊。你就坐在李同学旁边，帮他研究一下志愿这个事儿。来，拿个凳。老师，谢谢你啊。来来。你好，我叫李豆豆。你好，我叫王小雪。你在填志愿呀？清华大学。不，我现在想改一下。你要改成哪儿啊？改成你心里。这把咋样？太厉害了，你都把年轻时候的我妈搬出来了，能不成功吗？行了，你爸这梦也圆了，把账给我结一下，我给你爸叫醒了，太累了。哎，别去，让我爸再睡会儿。为啥？他在梦里见到我妈了，肯定不愿意醒过来。我妈去世了，自从我妈走后，我爸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。我爸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最好的时光没有和我妈在一起。我妈经常说呀，说我们家老李可优秀了，那个时候就连多跟他说几句话都怕耽误他的学习。后来我妈知道我爸呀也一直喜欢着我妈。今天我爸就想弥补一下这个遗憾，来圆上他这个梦，就让我爸再睡一会儿行吗？太感人了，你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跟我说，你爸的梦想是见你妈，这家把我给折腾的。行了，让你爸再眯了一会儿，跟你妈聊聊天。哎，豆豆，你陪我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大学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你是最好的你，多年以后的我才是最好的我。最好的你和最好的我隔了整个青春，我为了遇见最好的你，我愿意赴汤蹈火。谁在等你？在等着谁在等我？我在等着谁？当演员不为出名不为钱，虽然长得很一般，但是为了我的梦想，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加油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。哎，最棒的一个演员。导演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啊，我递过简历了呀。你这个简历画得跟符似的，我看一眼差点没给我定上。导
导演，那我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白。哎，这提起我这个名老有来历了。就我妈生我那天特别神奇，家里突然间就飞进了一只白鸽，在我妈头顶盘旋了三圈。我妈太喜欢这白鸽了，所以我名就叫白三圈。你得感谢那只白鸽啊！它要朝下扎个猛子，你得叫白俯冲啊！可不咋的，它要是一头扎死了，我就叫白白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简历上写的什么丽影啊、冬雨啊，还有这热巴都合作过？这都过去的事儿了。不是，那你啥意思啊？那时候他们都不如我，真是。那时候我就80，他们才50。现在呢？现在摊多少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我还80。那你就卡80这儿了呗。我比较保值。那倒是保值。今天你演这个外卖里边这个导演吴京，所以你得全神贯注，千万不能养了二正，倘若你要丢搭的搁那嘎子晃悠，那就得走人。挺清楚，明白。台词记清楚吗？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哎，非常不错，你呀肯定能火，你就是下一个热巴。好嘞，准备准备。好。他就是热巴，光说这8个字他也热不了啊。里边可是大导演吴京啊，我得好好表现呢。你说这8个字，你说他能够表现吗？我必须得给自个儿加戏啊。我今天我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，但是投诉之后咋加戏我不知道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我刚才给自个儿定了一个生活原型，我自个儿叫了个外卖，一会儿他送来了之后我就投诉他，我就看他啥反应，我就模仿他。哎，不是，他咋还没到呢？这都几点了，估计是快来了。我找找哪儿去了，距离我应该还有个70-80米啊，人呢？以外卖公司2将级外卖员9527，以我右胳膊为基准，想看机。天天看，今天的状态怎么样？好好好，非常好。哦耶！我们的口号是加油加油送外卖，加油加油特别快，加油加油不违章，加油加油谁要违章谁就得不着好评，完让孩子扣分，最后啥结果？你自个儿寻思去吧。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大点声，听见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有点喊缺氧了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套口号，一般体格子不好的喊完之后直接就回家休息了。我体格还行啊，我看看，哦，就是这儿了，距离你的目标还有5米、3米、1米、1米5，走过了，应该还是这个方向，80公分、50公分。一眨，那个你好，你好像踩着我的客户了。我点的。你点的？啊？外卖点外卖啊？还是外卖玩外卖呀？我东西呢？不是，你提到这个东西啊，我就特别好奇的，我想问问啊，就一次性点40个打火机，这是无功家里停电了？还是想烘干自己做药材呢？哎，赶紧放我箱里。不是，现在这行都有中介了吗？哎，这行都这么磨叽吗？行，不磨叽不磨叽啊。稍后请给个5星好评，谢谢。不给。不给拉倒，再见。投诉你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投诉你。不是，那咱得捋捋了。你看啊，嗯，这我一上来先是外卖点外卖，然后外卖玩外卖，后来外卖又投诉外卖，你到底是想干啥呀？你我就想你一来我就投诉你。不是你是我们监督员呢，你上来你投啥监督员？哥你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一个演员，今天呢我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，所以无论你服务怎么样，你来我就想投诉你，我就想看到我投诉你之后你的面目表情，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。你爱演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员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投诉你。 我后边我跟你说，我还你耽误我不少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投诉你。不是你投你到底想干啥呀？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我内心真实想法我不能告诉你。你得告诉我呀。揍你。太真实了，要是还得体验生活。哥
你继续。我急什么嘛，你已经耽误我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赔。我跟你说，我后边不少单呢。我包了。我们主管他。我解释。我还没对象呢。我跟你处。你看着吧。哎呀，外派没玩过外派吗？老妹子，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干啥吧？哥，我就想就是学一下这个外卖，就是全方位的一些。你比如？比如就是。比如你等会儿你别晃荡，你现在站的不对呀。那就是站好了。你别晃荡，里边要有这个水煮鱼的话，汤就撒没了。啊。如果说里边现在放的是道水煮鱼，你刚才这一晃，现在就改了这菜，就叫鱼汤去哪儿了？啊，明白没？我就是背好了呗。你背好了都不行，来哥指点指点你啊，你跟我学。好嘞。这个都是有基本功的，你看，首先站好了。小箱卡在腰部。右手给它扶住，小腿紧倒腾两步，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。它的节奏应该是这样的。当当当，里根当当。当当当当，咔嘚儿咔嘚儿，当当当，砰砰砰啊！先生您好，是您点的外？哎呀，这是刚睡醒，这头型睡得挺支棱哈。这是您点的外卖，请您稍后给个五星级好评，谢谢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太有生活了。哥不是有生活，哥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。哎，哥，我好像整错了。不，我不想这么顺当的把餐送出去。那你想，我想让客户投诉我。投诉你？啊，那太简单了。啊，你对他态度恶劣点不就完事了吗？咋整？照样这么敲门，当当当。你点的外卖呀？你搁那瞅啥瞅？拿去就费你得了，我撂了。投诉。哥，不够极致。我就想要那种，就一开门他就马上就投诉那种。开门马上就投诉。对呀、啊，那更简单了。你在门口把他点的餐吃完了不就完事了吗？然后你再敲门，当当当，先生您点的餐盒。哎呀，哎呀妈，这太狠了，哥哥，那他妥妥的能投诉我了。嗯，也不一定能投诉。是啊。嗯，兴许对你进行殴打，就是照你的脸上进行毁容式的扁踹。哎呀，大哥呀！他要是能揍我一顿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怎么的？那种情况下，那导演就不得给我加一段打戏了。那是吗？那打你打戏的话，你妹子我就内行了。真的、啊？从小咱练过呀。你练过呀？比如说啊，我一开门，他迎面啪给我一只拳，我回手我咔咔俩大嘴巴子，之后我就左勾拳、右勾拳、螳螂拳，还我飘飘拳，降龙十八掌、九阴白骨爪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导演不喊停，我能把心脏给他揍停了。哎呀妈呀，哥啊，不敢想象了啊。是啊。要是走打星这条路，那我就火了。真的？为啥？现在中国目前没有女打星啊。是吗？我就是下一个杨紫琼了。哎呀，火了。哎呀妈呀妈呀，彻底火了。哎呀，那到那个时候什么这个喜剧人啊，那个悲剧狂啊，这个就位那个诞生都得找我呀。是啊。为啥呀？我全面呢。哎呀，我一瓶不满我半瓶逛的呢。是。一不小心我就兴许逛得到春晚上去了。哎，到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真正的家喻户晓了。是。再也不是80块钱的小演员了。哎呀，你呢也不用送外卖了。那我干啥呀？你跟着我，给我当助理，知道吧？每天呢给我擦擦鞋，打打雨伞，老妹儿，老妹儿，水弟弟拍水。醒醒吧，别再做梦了。你要再这个梦再这么做下去，你这辈子一天也就80了。说谁80呢？那我再给你加5块，85。说谁85呢？你懂艺术吗？你懂艺术吗？我就8个字，我不给自己加戏，我能火吗？我能完成我自己的梦想？不是，我懂，我懂艺术。那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你这样哪个生活当中外卖他会那么多武功啊？再说他就算会那么多武功，也不能见客户咔咔就揍人家。你好，你个送外卖的吗？你送外卖你都送不明白，骑个破电动车闯红灯，我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，送那玩意儿还撒汤，鱼汤去哪儿了？都是你送的，我告诉你。你可能跟我唠啥嗑？我不打电话，我知道这外卖往哪儿送啊？我不打呀。再说那闯红灯是我闯的，那不个别送外卖的吗？小丫头太不谦虚，说你两句搁那叭叭叭叭。我跟你谦虚啥呀？我跟你谦虚啥呀？你别我说了，你再说把你领导我找了，把你领导给我找了。你先刺激我去，别把领导给我找了。哎，停！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导演，那个误会，切磋艺术呢，是吧？嗯呐，切磋艺术。这谁呀？我老叔。这你俩这啥味儿啊？这是啊，好几层亲戚。不是剧组不让探班不知道吗？我那什么那个他领导，那我就跟他说句话我就走，我就跟你快点的。哎，那个
大侄女哈，你呀，其实你呀就爱演啥样演啥样，跟我都没啥关系。我看你也挺努力的，我就祝你早日大火吧啊！我先回去了。大哥。谢谢哈。谢我干啥？我要是火了，不能忘了你。用不着，你谢我干啥呀？行了，三娟，来，抓紧时间，来，导演，你快走吧。啊。低点头，低点头，小心脚下，谢谢。往前，往前。啊。站站。准备。我来。三场一进一次。开始。说谁？眼泪突然被引爆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我可不是可是特别爱呢。这叫做这叫做心理感受。李超群，李超群，经理啊，我在这儿呢，经理，经理，经理，三二一，李超群迟到，扣100。干啥呀，经理？你这么玩不好吧？不是，什么叫好啊？啊，俩月了，你一台车都没卖出去，你好吗？错，不是俩月，仨月。行。啊，我告诉你李超群，今天如果你还卖不出去车，你就给我卷着你的破坏卷滚蛋。哎呀，你放心吧经理，我肯定尽力，好不好？你尽力？真的？行，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，我啥也不干了啊，我就看着你，你把车卖出去吧。看没看经理来客户了？等会儿你就看大爷这穿着打扮像买车的样吗？这多半是来蹭饭的。我看大爷不像，你等着。大爷啊。小伙子，哎，中午啥菜呀？那个不是大爷，我们这是四 S 店，它不是饭店。四 S 店是干啥的呀？卖车的吗？啊，那我买车。哎呀，你看这老头还挺草率。就说您这里的车哪台最贵？这台。这多少钱呢？33.5万。给我来五台。真的假的？刷卡，这不医保卡吗？公交卡。行了，大爷过来吧，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。食堂也开饭了，去吃去吧。啊，不是我刷我卡去吧。我不是上你这来蹭饭的。去吃去吧。啥菜呀？你啥菜吃一口得了。你看免费的饭，你说你还问啥菜？哎呀，你瞅瞅。行啊，李超群。啊车没卖出去还大盒饭是不？告诉你啊，大爷吃的是你的饭。不是经理，我今天我有感觉，我就肯定能卖出一车，你放心。哪来的感觉？你还哪，这不来客户了吗？这不啊。哎，这个看着有条件呢，注意态度，好好说话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口条你还是不知道。大妈，滚！管谁叫大妈呢？会不会说话？走了。哎呀，这不是这这不开玩笑，这不跟你耍贱呢吗？老妹儿，大姐，这长得多好看。这还差不多啊。哎呀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像豪车的车呀？有啊，在这儿呢。这也不像啊。咋不像呀？不都四个轮吗？哎呀妈！你还两条腿呢，咋不说人话呢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人话，姐，这就是我们店里最贵的一台车了。多少钱呢？33.5万。那也太便宜了，有没有300多万的？没有，走了。有。不就300万吗？这。300万。姐，你想少。3000万。不是你在那逗我呢吧？你把你妈去掉。你逗我。哎，对了。去哪？你先逗的我嘛。别再浪费我时间了啊！那行，这个车我定了，但是我得有个要求。啊，你说什么要求？买完这个车之后呢，你得把车标给我改一下。
就改成那个粪铲的那个。不是，那什么铲子？哎呀，就是这个形状的那个。你说的是玛莎拉蒂吧？哎呀，他爱谁拉的谁拉的，你就说行不行？不是那个，我们真改不了。那改不了，那兰博的基呢？兰博基尼呀？对，那更改不了。那你什么四海四店呢？这也改不了，那也改不了，什么卖车的呀？不买了。大姐，姐，别走。啥？这个随意改车标吧，这个行为属于违规。对。但是你要是真心想买呢，我们可以给你打个折呀，打是不是？对，打折，可以给你打个折。打折，那还行。那行吧，那这个车我就要了。哎呀妈，太好了。定金交多少？啊，不多，5%以上，交多少都行。5%？哎，行了，这数学我也不咋好。那啥，哎，这100块钱你先拿着。咋的，嫌我多呀？哎呀，不用找了。不是姐，您你瞅你这出整还不相信我，我还能跑了咋的呀？来，我先照两张照片，我看这个车上不上相，上相的话我再决定买不买啊。姐，哎，老弟，你先帮我个忙。来，这个你抻着。这啥玩意儿啊？哎，抻着这个。哎，那个大哥，快过来，来。看一下啊，来，哎，举高点的，哎，精神的啊，哎，整精神的啊，来，哎，呀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欢欢的直播间啊，今天可有福利了，看不看见这豪车，100辆豪车都是给你们准备的，发福利，妈呀，谢谢我哥，感谢我哥的嘉年华。姐，你先听我说。家人们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干啥呀，老扒拉我呀？不是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在我门口蹦跶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在直播呢，看没看见？刚才给你100块钱，你收着没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么的姐，这100块钱我还给你，行不行？不是100块钱，你瞧不起人啊？经理啊，还有没？给我拿去。干啥呀？哎，你这么的大姐。啊！我再给你100，再给我100，我求你了，你上对面4S店蹦跶去，行不行？我就发现你们这帮人，成交。来，我得收拾东西啊，马上就收。哎呀，家人们呢？看没看见？3分钟，短短的时间啊，100辆豪车瞬间就抢光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到下一个4S店。哎，姐，你等一会儿，你这100块钱掉了，你先拿着。哎，一会儿来，家人们。经理，看没看到？100块钱摆平了。摆啥平啊？啊？那100块钱不是我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100块钱从你工资里扣。不是，经理，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啊？小李，小李啊。哎妈，这我大哥吗？哎呀，好久不见呐！大哥，你咋来了呢？这不3个月前我在你这买辆车吗？啊，对，我卖的。今天啊，我给我朋友带过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看没看着朋友们，这车卖的好，挡都挡不住。我大哥给我介绍客户来了。你误会了，嗯，我是想把那车给退了，我怕你万一不同意，我好让他削你。不是大哥，你削我倒行，你能不能找个壮点的？咋的？你还瞧不起他呀？兄弟，他瞧不起你，展示。哎呀，哎呀妈！哎呦我天哪！收。我就问你害不害怕？害怕哥，害怕我是害怕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个理由啊？那个车当初不是我女朋友选的吗？啊对。还特意定制了一个里外全绿的大绿车，准备我俩结婚的时候用，结果他半道跟别人跑了。你说剩这么个大绿车，我自己咋开呀？啊，你这车不吉利，赶紧给我退了。啊，那是你人的问题。我人，他说我人有问题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兄弟，有钱去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你要说啥先等会儿。来，你回来吧，别跟人翻，还没到你出手的时候呢。大哥，他光会翻不会别的吗？你继续说吧。我说那个啥意思，是你人的问题，不是车的问题啊。车的问题就给退呗。你车要有问题，我肯定能给你退。你这车肯定是有问题呀、啊！你这车我现在开的浑身难受，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吧？你这玩意儿设计的不合理。你就说你这方向盘，为啥在左边？嗯。它怎么不能就在中间呢？
赶紧把车给我退了。关键是车没毛病，我咋给你退呀？你跟我喊啥？你是不是忘我带人来了？你带谁来，他不就会翻两下？不是，你想咋的？来吧，兄弟，上人。大哥，你不让他翻了行不行？我求你了。黑心 4S 店，黑心 4S 店，我大哥因为买了这台车，媳妇跟人跑了，我大哥被绿了。哎呦，我大哥被绿了。哎呀，大哥，来来来，大家伙都往这儿看，都往这儿看啊！就这个破 4S 店给我害的家破媳妇没，大家能不能配合我维维权，一起给我喊，能吗？来喊起来，退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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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退车！哎哎哎！行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，都别喊了，大家都别喊了。干啥的？不是，你干啥呢？啊，帮我哥退车。那你跟这喊啥呀？您都喊，我不喊好像不合群儿。退车！退车！退车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家别喊了，别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李超群，你被开除了。我。啊，大哥，我这边退，咱不喊，咱不喊。经理，我咋还开除了呢？有什么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，我是经理，好不好？有我吗？不着急，好吗？我买车，你买啥车？这是我的饭卡呀，小伙子，我真买车。你听我话，大爷，吃完饭就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家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打扰我干啥？这个是金卡。你什么卡？八卡啊，金卡。买，哎妈，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看没看着？我就说我大爷就是那微服私访来了，来考验咱们来了。我一个盒饭卖出一台车，哎呦我天，大爷！那个大爷你先坐来，哎呦我天，那这家伙登个里个冷，你等着我瞅合同，咱签合同啊。先刷卡，啊、来来刷卡刷卡刷卡。正月里来是了新年，刷这个。余额不足。余额不足。咋整的？大爷别睡了，大爷做梦着还啊？不是，那个没有钱，钱不够啊。啊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啥玩意儿在哪儿？大爷，你说你刷卡钱不够了。你谁呀？啥玩意儿我谁呀？你吃饭吃完饭你说拿起金卡。李超群，来，你刷嘛，完事刷这卡。还在那做梦呢？还真以为能卖出去车呀？这不很明显吗？这大爷老年痴呆吗？你啥也别说了啊！现在，赶紧走。完了，这回我真完犊子了。大爷，你把我害苦了，你拿着，我回去取点东西，我送你回家。刷卡刷巴的，你，哎呀，爸，爸，哎呀妈，爸呀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你说你咋跑这来了呢？走，咱赶紧回家啊。儿子，哎，儿子，他是好人，他给我饭吃，还要送我回家。谢谢兄弟啊。哎，非常感谢你啊！没事没事，我爸呀，早上遛弯就走丢了啊，这家里人呐老着急了啊。没事，谢谢你照顾我爸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这老爷子，你下回呀，你给他挂。这么的，兄弟啊，我这有1000块钱，你拿着，别嫌我少啊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这事儿是应该的，你吧，赶紧把钱收好，送老爷子回家得了啊。去吧，那这么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拿着。有事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，兄弟。明天我就收下了。哎，爸，咱回家啊。这不是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。爸，那你咋的才能回家呀？我买车，我买车，他是好人。买啥车？咱家有车。不是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我买车，买车。咱买行吗？买完回家行不？爸，你起来，你先起来啊。哎，兄弟啊，那正好。我们公司啊要换一批车，那我就是在这儿订10辆，跟你签啊。几辆？10辆。对不起大哥，我让人家给开除了。哎，说什么呢，李经理？签合同，签合同，签合同，走，来吧，去办公室，来，大哥，买车，买车，哥，把我要退那个绿色卖他行不？哥，我看行，咱俩给那绿车卖给他。可以用绿车吧？是不是？走，等会儿。4S 店，黑心 4S 店，我大哥因为买了这台车，里边跟人跑了，我大哥被绿了，我大哥被绿了。